哦，这边倒地，裁判叫你起来假倒。张志峰招牌的中距离急停跳投，哇，都已经守成这样，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这位四十岁的老将，姜还是老的辣、哦，真的啊！但是，哎呀，这球差一点点是，他就不会去吹要走步啊、哦，感觉是一气呵成去完成这个动作、啊。哎，这球再接回来，张志峰的拼劲啊，回回，哎，张志峰露出了空档，有了，哦，今峰哥的中距离啊，真的是稳。吊远边，张志峰三分外线出手，去！哇，今天本土就要靠峰哥了。